第五题，五到七题是题组，寒流来袭，妈妈想买右图这台电暖器，请根据右图标示回答五到七题。第五题是说，此电暖器依右图标示的功率下正常使用10分钟会消耗多少电能？它的标示呢，消耗电力是1500瓦，也就是每秒钟呢会有1500焦耳。那么我们有经过了10分钟，1分钟有60秒，所以呢这边就会变成1.5乘以10的三次方乘以10乘以60，也就是1.5乘以10的四次方，然后乘以60，也就是9乘以10的五次方焦耳。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，正常使用十分钟会消耗多少电能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9 乘以10的五次方焦耳。